十七届读者文摘 Reader's Digest 系列品牌颁奖典礼。那我们要颁发的是品牌的颁奖典礼哦，我们要最热情的掌声来恭喜我们 Panasonic 林董事长。 Panasonic 呢总共获得了八个奖项，哇，非常的不容易哦。那分别是我们的冰箱类的白金奖，还有我们的洗衣机的白金奖，冷气空调设备的金奖，平板电视的金奖，空气清净机的金奖，除湿机的金奖，净水器的金奖，以及我们的刮胡刀类的金奖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。非常高兴，今天可以代表 Panasonic 来，上台来领取这一些奖项。那么，新力品牌已经举办17年。我们今年也是连续第17年获得读者文摘信力品牌的这个殊荣，那么累积起来的总奖项也高达82项之多。那么特别荣幸的是，我们今天又可以同时的获得电冰箱跟洗衣机呢，这两个产品的最高荣誉白金奖。我们非常的感谢消费者对我们的支持跟肯定，我们也一定会把这一份荣耀呢，化作是消费者要来鞭策我们呢，更加继续向前迈进的这个原动力。希望以 Econami 加上 Nanoi 的这两项科技装置呢，来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更健康、更节能的生活。那么今后呢？当然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善尽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，那么继续提供更优质更环保的商品，跟大家呢共同来继续关怀爱护我们台湾这一块土地。那么诚恳的盼望大家继续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